念给你们听，他到底怎么讲，就是很麻烦。哇，不对了，他好长哦，我不太想念。要看。
开始还是从一开始吃啊，吃到最后一次。因为那个语速，它的部分对吧？语速很对。我给各位一个评论，我尝试语速哪边尝试？我先把第一种说一下。这是某种想法。Gracias.
就跳街舞。直接跳街舞。因为他本身也要用魔来检查。对。反正你就不能检查前面那几条，就这样当你要超越这个频道，拉回来了。对啊，这是有他什么？算了，不考虑他，我们就单就听得到。反正考虑他都在听得到，没有多少。对。那我们就，我发现他可以认可一下，是吧？神奇就把他。那为什么看到网络上的标准都是各种规格？很恐怖的东西。超维基百科也有。对，维基百科写的也是看不懂。写一个就能吧？那没有用吗？我觉得我每个人都在玩。我个人是觉得，我不确定这个解码是不是对，但是如果他可以用的话。有一些情况可能会让它坏掉，没有开始。首先你，你这边会不会有两条，好不好？你可能要检查，就是比如说这里面有两条，然后可以一起过来，反正就是用好了，就很快。爆炸，可能爆炸。它会不会有解合同这个？如果它之间没有问题的话，那就分的细就有解吧。没有跟今天的解答。而这个用的问题是的话，就是三 D 选不一样。对，因为你用的三要符合，但是你用的六要符合吧？对。啊，这就没有。这就没有。其实如果这个又是一个另外一个情节的话，就可以在那方面做比较的到达。对。那所以如果你很开心的看到这个，就是这个都是几句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用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状态。那边做的是哪一种比较刚好？要不这样？不是的话就。在护城下面是那些比较黑暗的东西，好像还有在那吗？因为我还没想这个的，我这两个在现场演，我都会做，我还没想这个的，我现在会挂的。我现在只跟你说，如果他是起诉的话，然后有一个例子就可以讲出来。我是一个。他那个电表上还可以教你说，这个六要怎么把它拆成六六六。对，好像可以帮我把这个拆成七八。
如果什么十二呢？三年，十二级就是那个表示两个二一个二。模式的话应该可以分辨，是那个。